元宵节快乐！警察！出发，准备去给酱过生日，然后我有一份小礼物，你们猜猜是什么呢？要不今天都要发分手吧。好的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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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想到鱼酱的生日，我收到了一份礼物。那怎么的呢？哎呀，一只手还真不好拿。耶，好看好看，谢谢鱼老师。姚老师给我的生日重点是这个盒子你熟悉吗？不熟悉啊。这个盒子是上次我过生日编你给我的盒子，我觉得要包装一下好看一点。我很欣赏你这种就是环保的态度，重复利用，不要浪费啊。咱们就是一整个爱住的大动作。谢谢，送温暖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快乐，祝你圣诞节生日快乐！耶！是这样许愿吗？不是应该抱拳吗？对，抱拳吗？你这是拜佛。啊，对。说许两个，一个说出来。啊，不是，一个藏心里，两个说出来。To you. 好的，第二个愿望，希望我前面许的愿望都是好。好，太好了，一听就是前面许了不少。一句话送给我也许会看到这个视频的经纪人，这个蛋糕属于大家不属于我。你是怕人家看到你吃是吧？2022我来了，新年冲冲冲，顺利红火，耶、yeah, 要开心、嗯、这是2022，这是虎虎生威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。好，你挂上去吧，看他们有没有可能找到这张图。你打算挂多高？不会是这儿吧？哎呦，你真要挂这儿？你有没有我帮你？挂在这儿吧。好呆呀、啊！想跟我走了。